怎么突然那么火爆？我们以前不是好的吗？水呢？他什么？拿水啊！哦，拿水哦。阿尼，帮我拿水。他自己说不稀罕耶。小妮，帮我拿个水啊。谢啦。火爆！对啊，明天要上班啊，明天要上班。如果隐藏是天空的一封信，明天要上班啊，干嘛？你要我陪你？啊，你怎么这么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黏我？不喜欢太黏，不要那么黏。这盘吉他是无人的旅行。哎，论文最近写的怎么样？没有啦，我在跟那个阿胜玩呢。啊，你讨厌的阿胜？没有啦，那个不错啦。他之前那个没有啦，他没有戏虐你。他没有阻碍我们在一起啊。对啦，我没有赚那个影片的钱，我都拿去当雪山孝子，拿去都那给雪宝了。要钱的话是跟雪宝要啦，我都把钱拿去给雪宝了。帮我跟小妮说一下啦。哦、他在开直播啊，他在开直播啦。谁？没关系啦。啊对啊，我在开直播啦，帮我跟小妮讲一下。啊，我跟他讲啦、啊，没有啦，阿胜说他没有啦。对啦，对啦，要害你啦。对啊，对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问小妮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个被单杀两次啦，他也是爱你啊，那有差、啊。嘿，靠腰你怎么知道啦？啊、靠腰，我知道你们最相爱啦。靠腰，小妮在旁边脸红啦。靠腰，这能讲吗？我可爱呀、啊。阿莎爱上你。我爱上你。看你娘，这个人他妈如果没有 ghost 我他妈的，我就跟阿米有在一起。好。